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接下来向大家介绍的动作是彩云飞双蝶转，重点强调一下双蝶转的这个动作。大家看，男女舞者走完前面的彩云飞以后，此刻男士的右手去接女士的左手，下面有一个非常夸张的动作。大家看，一，注意男女舞者一起前进，此刻双手没有松开。二，仍然没有松手，两人继续往前翻运动。三，走到三的时候，男士将自己的右手松开，左手仍然跟女士相接。下面走二三的时候，注意男士的左手落下，两个人互相转一圈。三，下面跳之字步，一二三，一二三。下面重点看一下这个花样，脚的运动。大家看，注意，一，男女舞者前进，二，仍然前进，三，男士和女士都做了一个旁位步，就往旁边迈了一步，此刻男女舞者是背对背的形体。接下来男士以左脚为领舞，女士以右脚为领舞，相对转圈。大家看，一二三，转圈以后两个人跳之字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。这个动作首先在学的时候要特别强调啊，脚的运动在我们生活中教跳舞的时候，这个花样有难度，因为就在背身转的这一点，大家容易把脚的动作跳得乱了。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再给大家介绍这个脚的运动。大家看，我们从这个角度向大家介绍，注意，一二，这第二步一定要迈一个大一点的舞步，第三步迈了一横步，三，下面转圈的时候呢，一定是胸对胸开始转的，此刻男士是左脚领舞，女士是右脚领舞。大家看一下，二二三，转完圈以后男士退自己的右脚，女士上左脚，走旁位之字步，三二三，四二三。好，下面我们换一个角度啊，大家再看一下脚的动作，注意，预备起，这是一二三，二二三，三二三，四二停。好，下面重点给大家强调啊，上身位要注意的事项。大家看一下，注意男士左手抬起，右手接着女士的左手时候逐渐往下落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二三，走到三的时候，男士将自己的右手松开，蓄之以后，男女舞者手心朝下。这是一二三，二三的时候，男士的左手记住先落下来。二，这个时候男女舞者已经胸对胸的时候，男士再去松自己的左手，并且暗示女士转圈，转一圈。在转圈的这一瞬间呢，男女舞者的双手臂啊都自然垂下，下面走之字步。大家看，这是一二三，二二三。下面大家再看一下上身位，哎，其实这是一手落下来，男士左手抬起，二逐渐翻出，记住这时候是背对背翻的，三走一横步，这时候手自然松开。二三的时候呢，男士左手落下，落在男女舞者的胸对胸之间，看着转圈儿，蓄之以后跳之字步，一二三，二二三。前面老师啊反复给大家强调这个花样以及这个花样要注意的事项，接下来呢我们就随着音乐把
把这花样再跳一跳，大家再看一看。心。